しょ。看我们秀儿用照片在手机上试鞋。起来，干什么呢？老师，他在图上看鞋，还一直说这个月有折扣，优惠力度大。老师，我错了。穿 AJ 的，叫什么？这孩子鬼鬼祟祟又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画画呢。装个计算器的手机壳就在这蒙老师呢啊！自己看这是啥？计算器。行，等着。哼，逮着了吧？真藏的也太糙了吧？还打火机，多跟你学长们学学，看怎么藏手机。真的是的。还真是打火机啊！等会儿，这线是啥？脚给我抬起来。我的天哪，我哎呀，你是魔鬼吗？你家里有破吗？哎呀，线还挺长。我天，什么？
叫回来。这小伙伴真够意思，干什么呢？画画呢，老师。放开。你这手机藏得挺深啊，还画画，手机我收了啊。真是画的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等等，再翻一张，再翻一张，给我起来！你这么皮，你妈知道吗？这熊孩子又上头睡觉。哎，穿这么厚是不是发烧了？来，老师看看，来我看看。哎，我去，这妈呀！兄弟，你爸哪去了？虽然今天你生日，送你了生日礼物。老师，真的吗？真的。谢谢老师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什么鬼啊，这本书啊。以后要好好学习，不许欺负老师。哇，老师你是认真的吗？真的。太帅了也。让你老整我，这个才是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快打开看看吧。哇，我已经想了很久了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？啊，没什么，赶紧把手机给我收起来。哎，现在我们开始上课，大家把东西准备一下啊。孩子，是不是你画的啊？是不是你画的？说了多少遍了，我看谁还没有带尺子。你这尺子画笑什么笑，画里面的修得，你这尺子和纸粘的挺紧的，起来。上着课呢，就在这玩手机，哎，能耐。干什么呢？画画手机呢。别以为把手机粘纸上就是画的。腿起开，腿起开。兄弟，你这水桶盖不错啊，给我拿开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抖音。